哇，漂亮！这个前走下臂。上来被3-0，我操！低保啦！李轩的套路赖爸一个不吃啊，但赖爸的套路我操，李轩吃个没够，完了完了。
楼啦！天哪！狂喷龙这是什么？看一下怎么走。
折。开吧，还有十个币。死了吧！不在啊，在江西南昌。哎呦！是啊，要不然住哪儿呢？能不能一波八连带走？
老是中这个。够了，还有三个币呀、啊，要打八个币啊！我靠，平均一个币要打两个多一点，我靠！暴种吧，雨轩，变成超级赛亚大门。我操，这他妈被踹下来了！一下都不抓，你偶尔抓一下吧，一下都不抓他就不跳了呀。剩两个币了，他平均一个币要打四个币，我去！晚上吃泡面了。
感谢明月哥，感谢明月哥组织的比赛，谢谢。